被那个音效啊，还有就是被吓到，因为呢，当你随那个演员一起呢，好像走入海底一样，然后你就感同身受嘛，所以很多的那个意境呢，让你觉得说哇，好像自己深陷在这个海底，到底要如何逃生呢？而且呢，要拍摄这样子的戏呢，真的又不简单呢，因为里面呢有太多的这个，好像那个水的一个阻力啦、压力啦，然后还有呢，他们受伤的时候那种痛苦的那种挣扎、表情啊，怪物的出现的这些，我都觉得说哇，拿捏得很不错哦。好，这时候呢，Yeah.